少入洞房，谢谢。哎，不行啊，要禁欲啊！比赛要禁欲，要禁欲。我还是要叫你讲一些脏话，就是那什么？哦，蓝高，就是哦，蓝高。对，就三个字都是脏话，分开都是脏话，在一起就更脏。另外一位好凶啊！那个来红雨，这我们尺度有到这里吗？排都未睇全場，而家先兩點鐘。今日唔係咁輕鬆啊！我唔輕鬆㗎，我咁早過嚟，好辛苦啊！我點都仲係二十嘅。今日我哋安排咗一個特別嘅行程俾你，等你可以好豐富。靚仔？唔係。男友？絕對唔係。嚟緊你將喺24小時裏邊要做24個挑戰，準備好未啊？我翻香港先。唔得。走先啊！翻嚟啊！上威啊喂，唔好走啊！法國揾我，點解我去到邊度法國咧喺度嘅？我嚟到台灣，佢都係台灣業員。我第一個俾你嘅任務咧係有少少困難嘅，就係要去食一間米芝蓮牛肉麵，但係唔使擔心，幫你諗好咗噶啦。係。但係問題在於咧，就嚟閂門，我哋而家趕過去。幾點閂門啊？仲有半個鐘閂門。仲有半個鐘閂。行，快啲行，呢邊呢邊呢邊。喂，我地址地址搭的士。大安区仁爱路四段27巷3号，谢谢。飞机大佬话好快，但我睇 Google Map 要10几分钟，即系我得翻10几分钟可以去买个面加食个面。如果我去到佢截咗单点算？咁咪 fail 咯，即系第一个挑战俾佢。翻香港啦，算啦，我哋唔好拍，搵法国玩先。好彩入到嚟，其實佢頭先喺門口嘅時候已經同我強調，我哋今日淨係到2点几嘅啫。佢話：係啊係啊係啊，我死都要入嚟，快啲快啲嗌嘢食先。我想大家睇下我碗嘢啦，然後再睇下我經理人碗嘢啦。我想問一下咧，佢係咪歧視我酒衝，所以俾我好似街邊嘅碗咯？我啲貴啲啊，我係佢招牌嗌啱咗。咁我食你嗰餐。嗯，好好吃哦，撩少少先，好多葱，好多葱嘅，救命！好食，就系咁肤浅，我讲唔到其他嘢。我觉得我呢个好食啲，因为我嗌咯，呢一个牛筋几腍，好正啊，好好食啊！我果然都系中意食牛筋多。食飽啦，而家食完要飲嘢啦喎。嚇，唔係好想飲喎。第二個挑戰就係去便利店買2樣台灣嘅特色嘢飲。咩叫特色嘢飲？講下知嘅。OK， 哦，我是香港來的，我想問一下台灣有什麼特色飲料嗎？我都是隨便買。好啊，那我也隨便買就好。特價我才買啊。好，謝謝。台灣嘅特色嘢飲就係特價就買。呢個啊？咩嚟㗎？我大維大力汽水。哇，好簡陋啊個包裝，應該真係好 local。跟住咧，仲有啲咩啊？邊個？黑松沙士啊，2件5折喎，你係咪見特價先買啊？慢下先，死啦！我聞到陣味，我唔中意啊。嚇，咪忌廉咯，多氣版嘅忌廉咯，我覺得係。死啦，係咪我個嘴有問題？哇，佢色都係忌廉味喎。哦，唔係，忌廉加少少紅牛。你明唔明飲過呢個？我冇飲過。其實以前香港都有。香港有沙士，2003年。我想問下香港冇咗沙士之後，係咪因為2003年之後決定沙士全面下架？地獄梗嘅。好難飲。成日你俾沙士嘅 fans 鬧。我唔係歧視飲沙士嘅人，即係我個人意見好難飲，飲唔掂啦，拎俾霍哥飲啦，你知。好啦，嚟到台灣有一樣嘢一定要做嘅，知唔知咩？食靚仔。唔係，咁你唔好成日都掛住靚仔啊。OK OK。好啦，跟住咧，你要去玩刮刮樂。咁目標係咩咧？就係玩到贏。刮刮樂，我 search 下偉大嘅 Google， 去到高雄先有，299公里喎。點刮啊？附近有啦，你行下揾下。好熱啊！行快啲，我窿咗啦。好大風啊！我啲眼睫毛啊！我已經行咗成個鐘啦。彩票到底喺邊度？可唔可以唔好吹到咁大？冇一個鐘都有55分鐘啦。我見到佢啦，佢個顏色成個偉大力咁噶。我唔知呢個要刮幾耐先會中咧，我哋不如求其買一張試下先。我哋唔中要繼續係咁喺度買。我哋要嗰一張獨立計贏先為止。買咗500蚊喎，可以贏500萬喎。我發達之後我就唔拍片啦呢度。死啦！我要刮到中獎，我咪冇曬錢咯。謝謝。
骨都中咗。我今日就帶咗咁多錢出街啫喎。我揀咗一個最貴又最難玩嘅，佢就係咧要刮下面呢度嘅麻雀，一個一個一個咁樣刮開。如果我刮到八板嘅話咧，就可以對呢個。要求好低啫，呢個咯。過十八千萬、十萬、百萬、五百萬啫嘛，小問題啦。即中呢張就係五百萬。希望你中嚇，第一個已經唔係八百啦，一萬有冇一個係一萬開嘅？誒有一萬，刮一萬呢、這個，係好似 bingo 咁啊！筆同埋七索，我哋叫胡嘅一刮到九同咧，我哋就贏咗呢一張，我哋直接向九同進發啦！冇啦，我頭先爭啲食炸胡啊呢度，九索睇錯咗六索。五索，五索好似都幾多嘅喎，我記得嗱，爭個九同我兩邊叫胡，我同你講，紅中啊，八索都叫胡，嗱我哋而家叫緊好多胡啊，最後一隻啊，點搞啊喂，一蚊都贏唔到，我唔知道幾時先贏到，其實我係勁黑仔，我勁冇抽獎運，你睇下我叫咁多胡啊，都冇一隻中，掂啊今次，因為唔係自己揀嘅呢張，我叫咗姐姐幫我揀，姐姐喺度做咁耐，一望就知邊個 number 會中獎咯。你諗下姐姐會幫你揀中定唔中啊？梗係中啦！我會唔會喺度刮彩票刮到傾家蕩產？係啦，都係咁發生。最後一張牌叫緊七飛呢度，中唔中喎？今次，正，我認得啦，七飛冇一飛係佢。我呢張再刮唔中嘅話咧，我就要霍國恩為大力。佢唔睇我電話，扣緊女一定係。睇下佢 IG 睇下佢同邊條女影緊相先。沉迷刮刮樂的少女。我唔係沉迷，我好撚想離開啊嘛，可以救下我。哇！我在頭先我 send 牛肉麵嗰度俾你附近咯。哦，咁不如我而家去牛肉麵嗰度揾你啊！快啲過嚟啊，拜拜！嗱，刮到最後一隻啦，而家叫七飛咁熟口面嘅，喂！算啦，刮條三索算啦，我唔叫七飛啦，我叫三索單調三索五百萬，唔撚係索子喎，屌六萬頂！我可唔可以完成唔到呢個 challenge 算？我已經用揾咗千五蚊啦。我唔要揾你玩呢啲嘅咋。我谂住搵呢一百蚊嘅咋，我决定咗啦，我问下系边个现场。没有，而家决定咧转换心情，玩啲平啲嘅。呢个一百蚊一张，扑街已经唔同啦呢两个。你希望我啊？呢个就系幸运号码对中咗你嘅号码，就获得对应嘅奖金。零二、零一、零五、零四、零八，系啊。唔正都唔中，你 challenge 过唔到，我死喺呢度先。见唔见到啊？呢一堆知唔知咩嚟噶？二千蚊剩低嘅嘢，只有佢同埋空虚嘅我。等霍过嚟，我哋刮多最后一张。我想翻香港啦！你玩呢啲都玩到破产。系啊，帮我拣一张彩票啊！要啊，唉，赌钱啲嘢就好俾人嚟任何一张啊，呢个咧九宫格啊，做摊啦。谢谢。呢个点啊？输咗多少啊？别问啦，干！即系呢个 bingo， 你连成任何一条线都会赢咯。火，快啲坐啊！快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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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唔到啦，等唔到啦！我完成唔到廿四个 challenge 啦，到你。我喺呢度 stop 咗两个钟啦，已经。你使唔使觉得咁公正啊？唔知啊，佢九宫格啊嘛，就咁刮鸠晒佢睇嘅。其实我唔识睇嘅呢张嘢。我唔知啊，呢张咩意思啊？但系全部都八八八哦，好意头哦。诶，唔理啊，中咗之后我哋正式拍拖公开。我两个都唔知道自己刮紧啲咩，可能就系咁样先会中。系咩？你讲嘅咩啊？唔系啊，啲赌仔系咁样嘅，我哋问人咯。我哋睇个结果。嗯哼。没有。Oh my god！ 它是要怎么样才算有？你要有直线、横线，就是有连成八的才有。我头先研究过，可能连 number 易中啲。咁废话嚟。啊，俾咗钱啦，丑啊！你嚟就为咗咁样啫，丑卵啲。Damn， 已经冇啦，第一格已经。叫胡啦！我同你講，澳門人話你聽，通常都呃鳩你後面嗰個啦，屌！黐線吧！個老虎機咁樣，通常玩三鋪俾你贏，鋪少少地嘅，跟住你覺得自己有運行啊，跟住你就輸人仔錢。老虎機教學，你自己贏到少少之後，揞曬啲錢出嚟換第二步，佢一定會俾你贏少少錢，跟住就氹曬你啲錢落去。爸爸爸，那我退他這張。我有多少錢？我要看獎金，二百回本啫，真係可以回本。即係即係咪贏翻張嘢翻嚟？唔係啊，我哋要贏錢啊，即係你要三百。屌啊！我哋仲有三张，有啲料喎，白痴啊，真系白痴啊！我哋刮奖金咯，有料，系咪刮奖金啊？嚟啊嚟啊！嚟嘅又系二百蚊，你知嘢饮你饮啊，好好饮噶，我头先饮过，你有冇饮过啊？沙士我之前喺澳门成日饮，即系你觉得好饮嘅 ？OK 啊 ，OK 咁就太好啦 ，OK 啊，我特登买俾你饮嘅，因为知你中意。你一定系做 challenge， 你要饮饮咗一啖之后，饮咗啦，算你完成咗啦，全场唯一真预言家，所有嘢都要估出晒。
佢連我心路歷程都講埋。係到你拿支嘢出嚟，我先焗你落街啊！唔係啊，我阿媽做得少啊呢啲嘢，啊試下新嘢先，飲完之後，啊幫你同我搞掂佢。唔得啦，佢實在係輸得太多錢啦！我身為一個澳門人咧，好應該勸佢戒賭嘅。你唔應該勸我，你應該勸我經理人。係咪啊？放棄呢個 challenge 啊！係鬼！你經理人叫你走，你話嚟多兩百，嚟多兩百。邊有啊？呢啲片你一定唔剪落去，有呢啲片段嘅。呢啲港女搶的士咯，介嘢我截嘅。你揸住我個包啊！我揸我乜嘢？我揸住我個剪。我唔忍心出突啊！而家你會斷你嘅手指。拍你手掌。一隻手掌拍得響。今日嘅重頭戲，首先一個最簡單嘅任務先，就係睇拳上。跟住另外仲有幾個，咁我哋希望一陣可以爆多入後台啦，希望可以同到啲拳手有啲互動嘅。呢個唔肯定，不過我哋盡量嘗試。O、okay, K， 可以。我話首先我哋揾個拳手，問佢可唔可以打你一拳。佢可唔可以打我一拳？唔係，你可唔可以打佢一拳 ？O、okay, K， 我死咗喺度啊，大佬。叫一個台灣嘅拳手啦，叫佢教你講一句粗口。台語粗口。係啦，跟住然之後幾個拳手抱起嚟，公主抱啊。喂呀，好尷尬啊！但系人哋要打比赛，我点解无啦啦叫人哋比赛之前抱我啊？咪当锻炼咯，可以叫佢做多下深蹲啦。如果可以嘅话，系啊，你唔好越嚟越过分啊！跟住仲有一个教其中一个台湾拳手啦，文化交流，教翻佢哋讲粗口，教翻佢哋讲广东话粗口，有冇味？最难系公主抱啊，其实吓唔系打一拳难嘅咩？我好细力啫嘛，猫猫拳，懒可爱，走，甜蜜狮子闯入嗰个写住，我唔俾人打啊！快啲拍低个珍贵画面，唔系个个可以见到。全部拳手起曬，佢哋而家就喺我前面。我得咗黃袍加身啦！我而家知道咩料啦？有一個事情呢，就是想問你能不能幫我，就是你看起來就比較瘦嘛。那就不知道你力气如何？力气哦，那要怎么测试？听起来就是要一个测试嘛，揍你一拳嘛。今天大家都想揍我。男生不能打女生的。你觉得你抱得起我吗？公主抱。你什么意思？当然可以，公主抱有什么那么难？现在开始抱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三、二。少入洞房，谢谢。哎，不行啊，要禁欲啊！比赛要禁欲，要禁欲，要禁欲！阿弥陀佛，要阿弥陀佛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阿弥陀佛。谢谢。就不管你今天比赛的结果如何， yes. 就当然是你赢了。就你赢了的话，肯定是因为抱了我。但是如果万一你输了的话，一定是因为你抱了我，浪费了你的力气。不会。好 ，give me five。加油！你会讲台语吗？哪一句？讲脏话。你笑什么？你有形象吗？讲脏话。对。哦，那我教你一个客家话的脏话。哎、欸，客家话脏话什么？我想一下。哦哦，屌娘妹，超脏。屌娘妹。屌娘妹。Yes。这样子吗？什么意思？干你娘的意思。屌娘妹。哎喂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对我讲，不要讲。哎、欸，我教你讲粤语的脏话。OK。你有没有想学哪句？都可以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看过你们香港的一个话，他说要跟女生打炮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屌你吗？是吗？哪有这样子的啦？哦，真的、哦，不会直接啊、哦？谁会啦？不然这样好，你教我怎么约女生打炮？我可唔可以同你搏嘢？就是搏嘢，就是做爱。可唔可以同你？同你、嗯、同你搏嘢。搏嘢。万一你其他都不记得，你就可以问那个时候搏嘢搏嘢。他教的。我去香港我就这样讲，我还是要叫你讲一句脏话，就是那什么昂蓝高，就是昂蓝高，对，就三个字都是脏话，分开都是脏话，在一起就更脏。你妹妹好凶啊！那个来好语，这我们尺度有到这里吗？你自己说你做大尺度了，我才讲的。我今天就学爆爷就好。Okay. 那你去香港就爆爷妹爆爷吗？可以，好啦，谢谢你，谢谢辛苦了，谢谢。
就睇完拳賽啦，其實睇到我好緊張、好肉緊咯，去到最後一路揸實個拳頭，哎呀！我想講唔知啊，賽事場前面嗰幾場，大部分都係好熱血，有啲真係爆曬肝啊，流曬血啊，尤其是女拳手嗰場，其實我自己作為女仔，我係好 respect 嘅，所以真係 respect 每一個拳手，比想象中好睇好多。